There's only one thing to do now, as I see it. Let yourself go.我是尤一，今年要满21岁喽，是一个双鱼座女孩。那我因为我还是学生，大三生，所以我平常呢，除了上课之余，我都会接一些活动，像是 dancer 啊 ，show girl， 然后最近想要尝试的是主持。多半的时间都花在学校或者是工作。所以我是一个小小工作狂。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抹茶，因为我本身是不吃甜食的人，然后像是蛋糕那些我都不接受，巧克力完全不。小时候有一次在日本，然后我就吃到抹茶，我就天哪，像是中了毒似的，从此就是爱上抹茶。抹茶像是糖果、饼干、蛋糕，我全部都会接受，就很意外的开启我这个吃甜点的路。抹茶会让我觉得有很幸福的感觉，然后像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我就会买个抹茶的东西吃吃，心情就会变好了。所以哄我开心很简单，吃个抹茶就好了。再来就要毕业了，我自己还蛮希望的是出国，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年轻就是本钱，你一定要到世界去闯闯，看看世界的尽头，这样子的视野才会辽阔。上课之外呢，就是把工作做好，多拍一些照片，然后多接一些活动，多录一些影，让自己可以比较有多一点的收入。然后而且这也是我自己的兴趣，我就觉得能够边工作就会让我觉得很有满足感，很幸福，就像吃抹茶一样。能够转到主持这一块，因为之前工作有受伤过，就觉得有的时候自己跳舞受伤了，然后以后会担心以后自己会不会没有办法工作，所以我还蛮希望就是能够转到主持这一块。